OK 啊，进来有的你可以看一下，该那两个还没有写完的啊，你写掉先，OK。我要跟你讨论的是这个第二个，一滴吧，又来了，来 K 吧，一滴吧，启发，有谁有想到，说讲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什么启发？好的也可以，不好的也可以，可以有关系到的就可以了。关于他们抗争啊，有没有赢，你都可以用回答。你对一般的，OK，很好 啊，你都可以用回来，大家。给我一个 ID 吧，从这个事件，就是这个哥邦吉丹达尼的事件，所谓的启发就是一样的，把你来 model 啊，还是什么啊，放下来。虽然讲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啊，但是他讲的讲他都做过嘛那件事情，哦，说、so, 来有什么 ID 吧，学习到什么东西啊？OK，ID 吧叫启发，其实就是教训啊，那些也是可以的。这件事情里面。有学到什么东西？有什么你来模特啊？来来来，everybody，每个人给我一个，OK？可以，每个人给我一个。你啊，恩童，你试一下哦，因为你可以的，试一下把它做成一个句子，好像一个 perso 阿兰这样，三四个字这样。恩童，你试一下啊，把那一两个字啊，那个你来模特啊，把它借成几个字。全部人给我一个啊啊，你可以用你来模特。啊，或者是你讲从这件事学习到什么啊？阿俊他是吼从这件事情学习到什么这样的意思？喂，进不来啊，那个谁？从这件事啊学习到什么这样？恩童，你 try 啊！佳琪给我一个你来 model 啊，就是他抗争啦，是不是？抗争。争取他的这一个地位啊，争取他们的权利。给我一个尼莱摩热，你记得的尼莱摩热啊，跟战争有关，跟抗争有关。阿进不这样的，阿进，你记得什么尼莱摩热？尼莱摩热讲多个，讲一个。啊，恩童，句子。啊，佳琪对啦。阿俊，华语嘞，道德有什么道德价值观可以用的？如果用华语，心仪，itiba pengajaran 啊，什么都好，都是你放你来摩洛下去，给我一个你来摩洛先。对，可以啊，恩童拿分了啊。OK，心仪的我看到了。那个是理性，理性要怎样用，有一点点难的那个。OK，所以我先写一个啊。Kebenaran，OK，我在这一个 chat box 里面看到的 Kebenaran。阿金，知道什么是 Kebenaran 吗？什么意思？对，所以你看啊，这个你会的，其实啊，那打仗一定要勇敢嘛，对不对？OK，我们要把它写成多几个字罢了。Kebenaran 什么嘞？比如说啊，或者是你写 berani 也是可以。我给你一些例子啊，OK，恩童你的完全可以啊。我写一个简单一点的，教大家不会写还是也是可以的。说，比如说 berani 你会写对不对？大家佳琪啊，心仪会哦，勇敢，勇敢做什么嘞？勇敢。保护自己呀、啊，保护家园呐、啊，门不大汉干啊，自己的权利哈，完了咯，可以了，看到吗？你还是要懂一些字啊，门不大汉干啊，或者是门不就安干，争取这些啦，OK 啊，再来呀、啊，我看一下你们写的东西啊。我觉得 rational 有一点点难呐、啊，讲真，OK，rational、okay? 是在讲关于理性哦，理性做什么有点难，可 gigi 汉可以，protect 是吗？啊，英文，啊，OK 啊，可 gigi 汉，可 gigi 汉是坚持，我写华语给你了啊，坚持，坚持做么啊？
坚持努力这样的意思啊，叫可给给喊，就是他一直一直继续，一直继续啊，坚持做梦，跟一样，跟上面一样也是可以的，是坚持的争取。我给你另外一个争取啊 ，memperjuangkan 啊哈，啊可以了咯。所以你可以，我给你两个字关于 protect 啊阿金，你可以用 mempertahankan， 你可以用 memperjuangkan 啊争取 ，OK， 哈也可以，跟pentingan也可以。嘿嘛，定义是吼高尚的品德嘞，好像也是不是很行哎。嘿嘛，定义是高尚的品德。OK，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讲勇敢打仗啊，这一刻啊，全部打仗抗争都是勇敢。OK， 我们可以讲坚持，就是他努力不懈。还有个东西啊，全部人一起做事，你看到吗？这边很多人一起叫什么？因为这里有五个啊，我们顺便讨论一下，改天你会记得的啊。很多人一起，我们叫 kerja sama 啊，对，可以用 ，OK 啊 ，bekerja sama， 或者是 bersatu padu， 对吗？在哪里啊？团结，等下我要找那个撇在哪里？撇啊 ，bersatu padu 哦，抵抗外敌 ，menentang kuasa。阿星，瓜沙阿星就是外来的势力，瓜沙阿星。对，巴巴段可以啊，你写到巴巴段啊，怎样怎样啊，他都会给你分了的。哦 ，OK 啊，所以巴巴段是一个对。OK， 再来啊、还有什么东西啊 ？OK， 坚持哦，还有一个东西，坚持不放弃。Tidak ber 不放弃叫。因为打了又打，打了又打，全部人全部这些都够都是这样啦，他们不是打一次仗罢了吗？有打很多次哦，都可以用的，不放弃交。Yes, tidak berputus asa 啊，继续的抗争。OK， 所以这里有很多个啊，通常这个写的 subjective 它是叫我们写两三个吧，这个五个啊，你真简直可以写作文了哦。还有 ，OK， 这里他讲啊，还有什么？我看一下。要读 要有知识，这件事比较特别啊！你看这件事情，这个人是用法律的，你记得吗？林邦他自己去做律师哦，所以要有学问。menguasai ilmu pengetahuan 知识啊，学问叫 ilmu pengetahuan 啊。Berdikari 是独立，也是有一点难。爱国精神可以，爱国精神可以。Patriotism 要你要亲大阿甘达那阿姨还是怎么样啦 ？OK 啊，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啊也是很多情况可以用的，要掌握知识。如果他的题目问你呀、啊、，sebagai seorang murid 怎么样保护国家？哇，也是可以用这个。当然你可以讲啊，要勇敢去打仗什么啦，当然也是可以啦。但是你讲掌握知识也是可以保护国家的。效忠，效忠就是对国家忠心是吗？那个是爱国了，比较是、嗯、效忠国王的话啦，这里没有，不过有一些有一些州有效忠国王，他们国王讲不，他们就不要了，这样咯，有一些国家是有的啊，比如说 Dok Janggut 的事件，那个死到很惨哦，那个哎，是不是 Dok Janggut 我忘记了 啊他那个什么啊，那个 British 啊教他们的苏丹哦，去讲啊 ，Dok Janggut 是叛徒，哇，其他人啊全部不敢跟 Dok Janggut 一起合作了，啊 ，OK， 其他人是有一点笨啊哈，不过他们效忠国王了，我们可以讲，所以那些事件你可以用啊 ，OK， 就是答案是第二个巴德他们的这个啊苏丹啊 Raja 这样咯。OK 啊，所以这个很好用啊，这个不放弃，还有掌控学问知识，哇，很多题目都可以用的，哇，陈恩这么，陈恩现在进来，他、啊、进来讲嗨的，OK 啊，我们再看啊，今天我讲这个，我讲完我就啊，我就可能把答案放上去给你了啦 ，OK， 欠四，格善啊，啊，对于这个南宁啊、波浪还有巴汉的战争带来什么格善？他讲格善就是笑，带来的影响对于 British 带来什么影响？所以我讲，虽然没有打赢，不过 British 亏损很多，对吗？损失钱，损失人，哦、他比然后呢？
他更加小心了、啊、这个就是个三德哈达 British、哦、他更加小心了咯。 OK， 所以我们看、啊、对他有什么，诶，讲不了，说不让南宁对他造成什么损失，这边他讲啊 OK， 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不让南宁，哇，他亏损了400,000 pounds sterling 啊，是吗、啊、不是不是，100,000 pounds sterling。哎 ，British， 要放大点啊。Kerugian 100,000 pounds sterling。Perak 400,000 pounds sterling 更够力。Perak 因为啊更多钱了，赚更多钱那边，因为那里有悉尼吗 ？Kerugian 400,000。Thompson， 你不用逗号不要紧的哈，啊，平时在电脑呢，在纸上啦，因为很多个零会很难看，所以会三个位置逗号一下这样咯。所以如果你写的话，你没有，你可以空一点点，好像这样，空一小格这样啊，也是可以，空一点点啦，不用太多，太多零因为很难看，眼花缭乱。所以你没有逗号不要紧啦、啊，你要写逗号，你要写好来。如果你写到好像句号这样，就变小数点了哦，啊，很危险的。所以最好不要写了哈，尤其是数学。7,000 Kerugian 7,000 pounds sterling 损失了那么多。巴亨州比较少的，因为彭亨州啊，本来就没有这样多人，然后没有真正打仗，林邦带的嘛，你记得吗？刚才他们是开发土地罢了哦。啊，没有讲去打军人什么啊，他打一下官司这样罢了哦。哦，说彭亨州那边损失没有这样大 ，OK？ 对啊 ，Sharat 说接下来呢，他就比较小心了，因为很多人反抗嘛，哦。他现在接下来他选的 resident 的条件有条件了哦，他会选比较厉害的条件啊。啊，他选怎样的呢？这边有经验的 ，berpengalaman， 聪明的要醒目啊，不会笨笨的，得罪人了也不知道，对吗 ？bijaksana 的哦，啊，再来要 fasih berbahasa Melayu， 哇，还会讲马来话的啊，人家 resident 啊，不简单啊，很厉害的、啊。你有没有 fasih berbahasa Melayu？ 你学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对不对？这里有谁可以承认自己 fasih berbahasa Melayu 有吗？人家是乖了哎，啊，厉害啊 ，OK， 还要会讨人家欢心的啊 ，pandai mengambil hati， 讨这里的那些人的欢心的。再来，而且啊，他懂这里的人习俗的，所以他们有读书的啊 ，menguasai adat resam tempatan dong。当地人的习俗 ，yes， 阿丹啊，说很厉害的这些现在的接下来的 resident 啊，人家真的是很厉害啊，有料的啊 ，OK， 哎，不笨啊，浪漫写少个 A，OK，、okay? 你有没有懂他们的习俗啊？我们呢、啊，我们也是有懂啊，不过没有懂很多啦，是不是？说还要懂哎，好像要派去彭亨州的那个 resident， 要懂彭亨州。的马来人的习俗了嘞啊！如果要派去哪里，要懂那个州的人的习俗了嘞。OK， 这个是选 resident 的条件了啊。接下来，这个就是证明了 British 啊做事比较小心了。现在 ，OK， 这样他的普通官员怎样？不高外事官员，选官员也是小心啊。在下面这边啊，这个是吗？我看一下。Resident 那不高外这边呢、啊，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知道 adat istiadat Melayu， mengetahui adat istiadat Melayu。哦，成立 Duba 来做什么 ？Duba 是国王的会议啊，顾问团啊，是吗？在哎，不是顾问团会议来的 Duba。给国王有牲畜，不然的话国王没有地位啊。
他讲哇，我们都没有的讲话的。他讲好了，我成立一个 Duba 给你。哎，这边没有的哦，原来有吗？哈 ，Duba。OK， 读吧，我不知道在第几课有了哈，但是这个是我们你以后也是会看到的哦，也不是以后啊，就是读吧，读吧就是国王的一个会议，国王在里面呢可以发言啊，他也有牲畜哦，就是讲 OK， 给他们机会去讲话这样的意思，我看一下啊 ，OK， 给他机会的 ，Mum Berry。Along和 father， 这我开大一点先啊。Sultan Ali Mesyuarat Negeri dan Pembesar Melayu 啊，menyuarakan 就是发言。Pandangan mereka dengan bebas. Okay, 有点点长，第一个。Okay, 第二啊，比较短了。Bahasa Melayu menjadi bahasa rasmi persidangan. 所以在开会哦，读吧的时候啊，用马来文的。好了，好像有读到了。Okay.然后呢，用豆芽字的 tulisan jawi menjadi tulisan rasmi persidangan 有啊，我肯定有学到，只是我懒惰找回给你罢了。OK， 你就写吧这个。所以呢，它带来了很多痛苦啊 ，penderitaan dan penghinaan。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tempatan. 带来很多的痛苦，这个啊，给本地人哦。OK， 啊，这个是欺压。哎，欺压。所以呢 ，tindakan British yang telah， 因为他抢了这里的财富啦，是讲啊 merampas kekayaan。Ekonomi negara dan menindas cia masyarakat tempatan. OK, 你写完先，写完了你可以退出了。不是点半，不是三点半啊，是三点四十啊，不是三点半，三点四十。还有两分钟，可以写完先。好了的话，你可以 quit 了啊。我们等下科学不数学课见。写完先啊，好了的话，我们数学课见。哦，佳琪，你写完了哦，还是你还在写？